个挖空心思经商，一个福气好的实在有点儿太夸张。嘿吼嘿哈，功夫练得响当当。嘿吼嘿哈，牛皮吹得会发光。嘿吼嘿哈，我们最爱疯狂幻想。嘿吼嘿哈，搏斗技巧吹喂，乒乒乓乓是一人家呀，锅碗瓢盆都失去方向，逍遥系列水气水都大声张。谁胜谁负，水果世界的命运都将改变。你们双方都放下武器，这是一场误会。快快快，就要开始了。哎，等等我呀。快点！今天由我来主持这场煮酒大会，大家好好坐下来，喝喝酒，聊聊天。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。误会？还能有什么误会呀？国宝特工是货真价实的恐怖分子，他们到处搞破坏，把花果山叫得鸡犬不宁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喂，你不要贼喊捉贼啊！你们四大恶贼和东方球败才是水果世界臭名昭著的大坏蛋，把你们收拾掉就天下太平了。你们是属狗的吧？乱咬人。哼，是你们污蔑在先的。是你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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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你们。安静，安静。哎，各位稍安勿躁，我们今天来不是来吵架的，而是商讨究竟是由谁来统一水果世界呀。哼，明知故问，当然是我东方球败更有实力统一水果世界了。没错，坚决拥护丞相，丞相万岁。东方丞相英明神武。肃静，肃静。东方球败为人冷酷严肃，脾气又臭，没有群众基础，手下的四大恶贼又雄霸一方，横行乡里，名声极坏。很明显，东方球败一方不适合统一水果世界。什么？我们横行乡里，名声极坏？哼，你们身为执法机关，却屡次暴力执法，简直有损我们执法人员的形象啊！这，说得对极了，方丈，您明察秋毫啊！这天下无贼，你还有何话说？所以说，统一水果世界，当然是首选我们国宝特工了。哎，没错，我们国宝特工是正义之士，和平的使者，爱的天使。别嘚瑟了，你们国宝特工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什么意思呀？哼，
像你们这样的年纪，就应该待在学堂里好好念书，天天向上。反过来看看你们，却是整天打打杀杀，到处搞破坏，教坏了电视机前的小朋友，家长会投诉的。方丈，没那么严重吧？还有更严重的。伯劳吹雪，你的人生观、价值观还有世界观严重的扭曲，有强烈的拜金主义倾向，还有逞留香，冲动鲁莽，主张武力解决一切，过于暴力。迷路小果，整天挂着一条鼻涕，有事没事念歪诗，也太没形象了。流鼻涕也有错吗？小果哥，这叫个性，我喜欢。如意妹，我就知道你有内涵。小果哥，如意妹 ，Stop， 严禁早恋。综上考虑，国宝特工一样没有资格来统一水果世界。什么？我们没有资格？我不服！不服也得服。没错，俗话说，女子撑起半边天。我们江东兵强马壮，爱好和平，所以没有人比我们更适合统一水果世界了。是吗？不是吗？哼。你们是女孩子，不在家里帮爹妈做家务，竟然还跟国宝特工私奔，还到处秀恩爱，实在是丢尽了江东父老的颜面呐！你听起来也有点道理啊。因此，国宝女特工也不具备这个资格。什么？冯清扬，你搞什么鬼？如果我们三方都不适合，那还谈什么统一水果世界呀？谁说没有合适的人选就不能统一水果世界的？难道你有什么高招？当然，大家交出各自的莲蓬，然后一起统一水果世界。怎么这样啊？三方一起统一，这怎么能行？怎么这样？怎么这样啊？三方一起统一啊？怎么这样？就是他说的有道理，这怎么能行？只要三朵莲蓬合为一体，我就可以借机回去了。哇，方丈，你果然是高人呐，简直跟我想的是一模一样啊！来来来，大家赶快把莲蓬交出来，然后把三朵莲蓬合在一起，种在花果山之巅，这样荷花池里就能长出七色彩莲，对大家乃至整个水果世界都大有好处啊！哈哈哈哈，来吧，来吧！他在说什么？说什么呀？什么七色彩莲？什么七色彩莲？对呀，有什么好处啊？七色彩莲能散发出大量的异果因子，有益水果村民的身心健康，从而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质水果。是不是这样啊？对呀，是真的。我信了你的邪。对呀，传说中，七色彩莲已经消失了500年，没有谁真正的见过。是啊，是啊，你是在编瞎话唬人吧？就是呀，你们不信的话，试试不就知道了吗？对对对呀，是啊，就是啊，这玩意儿无一害嘛。也说的是啊，是不是真的？好一个激将法呀！伯罗吹雪，你以为我会这么轻易的交出蓝色莲蓬？我不是为大家好吗？哼，为了大家好，看你长得贼眉鼠眼的，一定没安好心。喂，二哥，
关我什么事啊？嗯，话说回来了，菠萝吹雪，你一路杀上花果山，千方百计地抢夺蓝色莲蓬，难道就是要为了在花果山上种出七色彩莲，造福水果村民吗？哎呀，很显然呐，我就是这么无私的奉献啊！大家说是不是啊？哼，以你的性格，你是不会做亏本的生意的，你一定是另有企图。我不得不说出这个秘密了。秘密？有什么秘密啊？什么秘密啊？快说，是什么秘密？快点说呀！其实，我费尽心机想集合三朵莲蓬，并不是为了统一水果世界，而是想借助三朵莲蓬的力量，实现时空转移，回到属于我的那个时代。哎呀，什么时空转移？他在说什么？他在说什么呀？时空转移？时空转移？菠萝吹雪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听得我直迷糊。哎，两位兄弟，其实我不是你们这个时代的人啊，我是从2000年后的水果世界穿越而来的。大千世界无奇不有。菠萝吹雪，你接着说。那一天，国宝战神火元天尊和魔霸天王毫无缘由地在花果山第七层决斗，三方互相攻击，一直打到精疲力尽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七色彩莲长出了三朵莲蓬。突然，凶残的人类灰彩弓出现了，他连续砍掉了两朵莲蓬。我拼命保护了最后一朵，不料灰太公一刀砍过来，瞬间发出耀眼的光芒。我一睁开眼睛，就莫名其妙来到这个时代了。而接下来，我在当阳桥就遇到了陆小果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哼，这也太扯了吧！是啊是啊，天都没黑就开始说梦话了。不，我不是说梦话，这些都是真的，大家一定要相信我呀。你说呢？菠萝吹雪，不管他们信不信你，我反正是信了。没想到相信我的居然是我的死对头。没错，我相信你是在编故事啊，想骗我们交出蓝色莲蓬啊。哎呀，吹雪，我相信你啊。小薇，真的吗？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你，我也不会不相信你的。小薇，我就知道你最懂我。但是我绝对不会把黄色莲蓬交出来，让你回去的。好了好了，都别闹了。我来问大家，你们是否都是真心为了水果世界而着想？是。那当然了。甚至愿意为水果世界付出所有。没错。没错没错没错，肯定肯定没错没错。当然了，如此说来，
为了水果世界，你们也愿意交出手中的莲蓬喽？这个嘛，话说天下大事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，分引发战乱，合造就和平。希望大家能摒弃前嫌，以和为贵，交出三朵莲蓬，合二为一，种栽在花果山之巅。从此花果山远离战火，水果村民安居乐业，全体奔小康。对呀，方丈说的没错呀。对呀，方丈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无条件支持你。哦，方丈，我也支持你。国宝特工愿意交出黄色莲蓬。丞相，让水果世界繁荣安定，水果村民安居乐业，不正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吗？好，拿去吧。是。东方丞相大仁大义，本着为天下苍生着想的精神，我方同意交出蓝色莲蓬。实在是太好了，水果世界从此不再四分五裂了，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了。此时此刻我万分激动，我们不如唱首歌庆祝一下吧。唱歌？唱哪首歌呢？哎呀，观众都知道了，那就是《欢乐颂》。好了，现在有请三方代表献上各自的莲蓬。郭老姐姐，您的腿脚不方便，就让我代表你们江东呈上粉色莲蓬吧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真是个好孩子，给。吉时已到，请各方代表把各自的莲蓬放入莲花池。你以为我们会乖乖地种栽三朵莲蓬吗？天下无贼，你们在说什么？莲蓬是我们的了。什么？你们想把莲蓬占为己有吗？
从现在开始，三朵莲蓬跟你们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。别跟他们废话，国宝机甲归位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天下无贼，你想干什么？哎，老大，丞相问你话呢，你怎么不回答呀？喂，三位，你们在开什么玩笑啊？哎，爆浆火龙蛋！祖先对天发誓，一定要把莲蓬抢回来。让你们三方相斗，伺机抢走莲蓬。我明白了。既然你们都明白了一切，就安心上路吧。